大家好，六月十八号礼拜五啊，二十一点三十三分二幺三三啊，接着聊啊，接着聊这个大将啊，开国大将的他们的家庭情况啊，先说粟裕啊，粟裕是一九零七年生啊，一九零七年生，应该呃是属羊的啊。 他是十大将排名第一的啊！有人说粟裕啊，按照在共产党内论资排辈、论功行赏啊，也够一个元帅啊，够一个元帅。那么，粟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闺女啊。现在就是知道的啊，外界知道的，两个儿子，一个闺女啊。这个长子叫粟荣生，一九四二年生。 应该是属马的啊，然后他是北京军区副司令，一个中将军衔啊。他的儿子叫粟志军啊，粟志军是卓越国际投资公司总经理。然后这个粟荣生娶的谁呢？娶的是开国少将吧，叫李夫克的女儿。 啊，叫李曼俊，跟他同岁，也是一九四二年生的啊。这个李曼俊是电子工业部第六所啊，第六研究所的所长兼书记，中国计算机系统工程公司的创始人，北京华盛计算机公司的董事长啊。然后我们再说说粟裕的次子，叫粟寒生，寒冷的寒啊。这个粟寒生是哪儿的呢？ 是中国远洋的副总经理，中国远洋集团公司，啊，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啊，叫 Costco China Ocean Shipping Company 啊，Costco C O S C O 啊，Costco 是我的客户啊，Costco 的那个老干部处啊，是一个马处长啊，天津人，他的副手是一个北京人啊。 这哥俩原来赵国买卖啊，这二位现在应该也有将近七十岁了啊，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。这个他们的女儿叫素慧宁，幽惠的惠，安宁的宁，她是陈毅的儿媳妇儿啊。素玉跟呃陈毅俩人关系还是不错，她是第二炮兵的一个大校。那么她老公是谁呢？ 是陈毅的儿子之一。陈毅三个儿子，四个儿子是吧？好像三个儿子，一个闺女啊，叫陈小鲁。陈小鲁是一九四六年生的，那么去世了啊，前两年去世了。听说是有人要找他谈话啊，然后他急火攻心啊。一九四六年，好像是前年去世的，前年或者大前年，一九年、一八年啊，四六年属狗的。 他曾经在这个中南海里边工作过，叫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局的局长啊。这个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应该是赵子阳年代的啊。后来啊，他是总参情报部吧，总参二部外事局武官处，呃，武官好像派到英国去过啊，去过没去过其他国家我就忘了。 然后他后来是北京的啊，叫中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副秘书长。这个中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啊，就是总参系统的一个外围的，呃，总参系统外围的这么一个研究机构啊。我认识那儿的一个驻会的常务副会长，就是总参的一个少将啊。然后他还是安邦。 安邦保险的早期的大股东，安邦都知道出事儿了。吴晓辉是吧？跟邓小平的外孙女儿啊，这个有过婚姻关系，可能被迫离婚了啊。几千亿的资产吧，好像也给充公了啊。这个还是标准投资集团的大股东、法人总经理啊，早期持股百分之四十，后来持股达到九十，还是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。 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，亚龙湾是个大景区啊，好像这个陈小鲁就是死在海南了，可能就在他自己开发的这个亚龙湾的景区里边啊。陈小鲁是巴中的啊，巴中，巴中是我的客户啊，他那个他工作的那个总参情报部的外事局也是我的客户。 陈小鲁文革的时候是红卫兵，是西纠啊，红卫兵西城啊，有西纠、东纠、海纠啊，他们也打老师，后来好像曾经给道过歉啊。然后我们再看看啊，说完了粟裕，再说说徐海东。徐海东一九零零年出生啊，应该是属鼠的。他有个儿子叫徐文博，是国务院系统的文化部的副部长。 黄克诚，一九零二年出生，一九零二年应该是属虎的，是担任过总参谋长啊。后来跟彭德怀同情彭德怀啊，也是饿死了几千万人吧。他也说两句真话，结果也给拿下了，被毛泽东拿下了啊。这个黄克诚的长女叫黄浦，就是黄浦江那俩字儿啊，浦东的浦，黄浦。 是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一个副主任啊，这个副主任这就比较语焉不详了，到底是研究所，研究所应该叫副所长啊，副主任，可能研究所下边哪个研究室的副主任啊，他的次子啊，第二个儿子叫黄晴晴朗的晴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《人民日报》国际部的主任。 他的长子叫黄旭吧？这字念旭吗？是吧？上边是个上边的左边是个日，右边是个句，句子的句，下边四个点儿啊，可能念黄旭或者黄旭之类的啊啊！一九四四年生啊，应该是属猴的，是中国海洋航空公司的这个总工程师啊啊。 我我这个刚才上午做节目聊到了开国少将，好像其中某一位的子女儿子吧，就是中国海洋航空的总经理或者董事长啊。反正你看他在这儿有总工程师，这些红二代啊，他们也是互相都照顾啊，互相都笼络。谭政啊，谭政家族这个在这个杂这个。 资料上说谭政是一九零六年出生的啊，我看看啊，一九零六年，对，一九零六年，湖南省湘乡县啊，开国大将，曾经的总政治部主任，他的老婆叫陈秋葵，是陈庚的妹妹啊，陈秋葵后来死了，又娶了第二个老婆叫王常德啊，王常德。 这个陈秋葵是陈庚的亲妹妹啊。说是这个谭政和陈庚这个家族，他们两家是三代的世交啊。但是陈秋葵后来死了，病故了啊，得病了。后来一九三七年，一九三七年啊，在这谭政三十一岁的时候，经过罗荣桓和林月琴这两口子介绍，谭政。 和一个叫王常德的结婚了，王常德后来先后啊，后来任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人事处副处长，中央直属监察委员会监察员，军事博物馆副馆长。哦，因为这军博呀就归总政管，谭政不是当过总政的主任嘛，所以给他老婆安排到军博啊，军事博物馆当个副馆长，这也很正常嘛，是吧？ 这个一九六零年啊，给了这个谭政大将的第二个老婆王长德，给了一个大校军衔啊。俩儿子啊，大儿子叫谭泽岱，小儿子叫谭敬先啊，这是谭政家族的啊。我们再看看陈赓家族的啊，陈赓一九零三年生啊，副总参谋长、国防部副部长。 零三年应该是属兔的啊，他的长子，长子啊叫陈知建啊。先说他老婆吧，是吧？有了老婆才能有孩子。这个老婆叫王根英啊，王根英，这个和陈锡联啊，这个王根英的妹妹吧，嫁给了陈锡联啊。所以陈庚和陈锡联俩人是连襟的关系啊。 也叫连桥啊，单挑一单挑啊，长子叫陈之飞，是航天部的一个高级工程师啊，现在没有航天部了啊，就叫航天工业总公司吧。二儿子叫陈之建，重庆警备区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少将，啊，这是老二。三儿子叫陈之树啊，陈之树，这个庶民的庶。 甘肃省军区司令啊，驻港部队副司令也是个少将，四儿子叫陈之牙，天涯海角的牙啊，陈之牙，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秘书长也是个少将，这个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也是总参的一个掩护机构，一个外围的组织啊。那么陈庚、陈庚他们家似乎。 没看出来有闺女，好像就四个儿子啊。但是四个儿子，四个少将，三个少将，一个高级工程师啊。然后刚才说了，陈庚的老婆叫王根英啊。然后呢，王根英的妹妹王玄梅啊，又嫁给了陈锡联啊。现在我们再说说开国大将里边的萧劲光。萧劲光跟陈庚同岁，都是一九零三年属兔的啊。 他是海军司令，这个肖劲光的长女叫肖凯，是北影厂的领导，北影，北京电影制片厂啊，曾经也是我的客户。然后呢，肖凯的丈夫叫李海涛，叫中国海洋画儿啊，画画的画儿啊，海洋画研究院院长，这没听说过啊，我就知道有个中国画院啊，儿子。 有肖新华，是武警的少将；有肖策能，国防科工委啊科技部第六局，应该是国防科工委的科技委员会吧，科技委啊第六局的局长，后来是海南省政府的秘书长啊。还有一个儿子叫肖卓能啊，山东省政协副主席肖卓能。 就是所谓的外界说的肖老三，肖老三后来娶的是李谷一啊李古一，李谷一，一九四四年生，五十六加二十一，已经七十七了啊。中国轻音乐团的团长，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，湖南人啊。好像当年唱了一曲，这个叫什么来着啊，《浏阳河》啊出的名啊。李谷一的前夫。 也是他的老师金铁霖啊，中国音乐学院的院长啊，然后应该是四儿子了吧？四儿子叫叫什么？叫肖伯英啊，伯这个伯中书记的伯雄鹰的鹰吧？啊，或者是另外一个鹰啊，是个中将军官啊，中将。还有一个儿子叫肖永定，是国家机电。 轻纺公司的总经理啊，有这单位吗？国家机电轻纺没听说过啊，反正也是带国家带中国啊中字头的公司啊。我看他有几个儿子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儿子一个姑娘，似乎是这样啊。这个他的老婆是谁呢？叫朱中指，中博中书记的中指，草字头下边一个停止的止，一九零四年生。 比他小了一岁啊，属龙的啊，属龙的。曾用名叫朱穆慈，是朱建凡的女儿啊。朱建凡的女儿嫁给了萧劲光，好像还有一个叫朱中立的。朱中立应该可能是朱中指的姐妹，好像是嫁给了王稼祥啊。王稼祥也是共产党的呃老革命啊，曾经。 地位还高于毛泽东、王稼祥、张闻天，啊，什么博古这批人啊？好吧，朋友们，我们就聊到这儿啊，谢谢，谢谢。